欢迎大家来到新西亚和炫的异国婚姻经贸开讲，我是新西亚。我是谁？中国鬼月跟 sex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有关系吗？让新西亚和炫来告诉你。好。其实对于鬼月啊，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鬼看起来都蛮恐怖的。其实在我心目当中，我觉得鬼非常的 sexy。对啊，他真的是觉得很 sexy。我是一个非常投入怪兽跟鬼之间的一个女生，我觉得你这样子真的也是有点变态，我觉得。因为其实啊，我发现你知道，就是美国不是非常有一个有名的 A 片网站叫 Pornhub 吗？有吗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你不是很熟吗？是你介绍给我的。对，然后其实每次在分类当中啊，就有所谓的 anime，、欸、对，里面有很多巨大的 monster。哎、欸，他们真的是巨大在哪里呢？对，所谓的 monster 或者是巨人啊，就是它的特征是什么都很大，把那个受害的少女抓起来，有没有？嗯。然后其实 have sex 也不可能抱她，基本上就是把她戳在自己的脸上面，是还蛮 sexy 的。我觉得对啊，我就是觉得人就是这样子，你最怕的东西，你还是会就是有一点兴趣，因为就是很 taboo。哦，台步是禁忌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你对那个 Eric Norton 那个 True Blood 里面有一个男生叫 Eric， 很帅。对，他是吸血鬼。可是我觉得吸血鬼大家都觉得非常性感，那个是很 common 的一件事情。Monster 就是很，可是现在的那个 raw 很残暴，可是在很大。可是我觉得我们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 Monster？ 其实都是那个 Werewolf 和 Werewolf 会很帅。哦、狼人。啊，就是如果你看 True Blood 那个女人，就是他们也是鬼。或者是恐怖的，就是 monster， 他们也是很性感，所以我们只是觉得性感就是跟那个恐怖的，有时候可以有 power， 有一些神奇的 magic， 突然叮，然后衣服啪就不见了，好酷，好想试试看。你有做过那个梦，就是好像是有一个人，他就是在性压在你身上，是性骚扰你。叫做就是 succubus 跟 incubus， 那 succubus 是那 incubus 是女鬼，就是攻击男人，就是性骚扰男人，就是睡觉的时候。哦、然后 succubus 是男鬼，他说 suck my bus， suck my bus， 他说其实这个是一个 bus， suck my bus bitch。其实我觉得有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那是。有的时候是发生在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就说鬼压床嘛、然后鬼压床的话，你知道女生都是会觉得说哇，他好像就是有男生压在你身上，然后不能动这样子，然后渐渐就会觉得哎，怎么下面痒痒的？可是那个时候你应该不会觉得哇，好性感，因为我会觉得又害怕，又害怕，又会觉得好像有点爽，你到底该怎么办？很刺激吗？我觉得这是一个矛盾的感觉。哦，好了好了，如果说你要脱我内裤的话，就赶快好吗？我要睡觉。那请问你有被就是？Incubus 女鬼性骚扰过吗？没有，我就是在从来没有吗？我就其实我都是很恐怖，就是一个 witch 那个巫婆、哦、女巫，就是她是长得很老，然后很臭，然后我就小时候她真的会就是来到我的胸口这边，然后就会欺负我。怎么样欺负你？就是在stir你的什么 dick 吗？是这样吗？他是有那个锅，有个锅，对，然后他怎么？哦，对，很恐怖。我觉得其实这应该有性暗示，就是在他的那个锅里面，就是他的 vagina 嘛，然后就是让男生会觉得他的，所以那个 stick 就是他的鸡鸡，对，用鸡鸡在 stir 他，然后啵啵啵就是他出汁啦，他湿了。因为你知道吗？刚讲到这个东西啊，我想到。以前想到做噩梦有没有、我最近啊一直以来我常常做噩梦啊，就是我在梦里面，然后舌头突然变得很肥大，然后塞满我整个口腔，然后我不能讲话。梦醒过来就会觉得说，该不会那是被口交吧？还说你自己把你的 dick 放在我嘴巴里面，趁我睡觉的时候。还是说是还是 suck my bus 的鬼？对，是 suck my bus。suck my bus 的鬼就是把他 dick 放在我的嘴巴当中，然后那个性骚扰我。因为我觉得这个梦我真的出现很多次、欸，可能是我这人很爱讲话吧，所以我觉得噩梦对我来讲就是嘴巴被，尤其你看啊，是被自己的舌头肥大的舌头所占满，然后不能讲话。好性感啊！对啊，就觉得就是又恐怖又那个，所以就是你好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好，可是你喜欢。我没有喜欢啊，不能讲话，感觉多糟糕啊！好好好，对 ，I'll be careful。对，所以说其实我会的中国鬼跟西方鬼，就是确实是还蛮不一样的，是很不一样吗？对，我觉得蛮不一样。我觉得中国鬼的话，就是，可是我又很害怕，现在七月半讲说中国鬼没那么 sexy， 我怕晚上他就是来找我，我真的很害怕，好凶。对啊，就是中国的文化有什么性感的鬼吗？好像没有哈、僵尸吧。
僵尸这是性感吗？不停的插你，插你。好了，就这样子喽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们有做到什么样噩梦，或者说曾经有被恶鬼性骚扰过，而且觉得非常 turn on 很 sexy 的话，可以告诉我们。好，谢谢。就这样子喽。好，各位快乐，拜拜。What are you doing? We got a situation here. Hold on a second. 喂，1999吗？我发现有一只野生的麻雀被困在草丛当中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